马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一楠他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，有些日子没见他了，怎么了？他失踪了。国良，让客人进来呀。我跟他说几句话。这谁呀？他是国良另一个相好的老公。啊？这我马哥也太乱了吧！这都什么个什么呀？我这脑子都快跟不上。 好好小心，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找出来。好。
我也爬不动了。哎哎哎！那表我看看。这表谁给你们的？珊珊那个姐姐送给我们的。你认识这块表吗？啊，这是一楠的手表。 再晚来一会儿来不及了。我没想死。那你站这儿干嘛？那么好的手表你不要了，你给那些小孩为什么？表是何军贤给我的，我不想要了。我想跟过去做个彻底的告别，就这样。我下山了，你走吗？你还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啊？我走不了，我腿抽筋了。 刚才还在我身后呢，这会儿该上来了。我们俩办手续了。他说了，其实我觉得他心里边还是有你，他去姑奶奶那儿找你的时候，非常着急。也没什么必要了，既然都分开了，就彼此祝福吧。我到这儿来，就是想跟我妈说一声，我又一个人了，让她别惦记我，别牵挂。 一楠，一楠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谢谢你啊，马先生。别客气。一楠，我有几句话想跟马先生说，你可以在前面等我们吗？好，那你扶着点他，他腿不好。
王先生，真的不怕你笑话。说实话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对依南一直都放不下，一直惦记着她。不过今天，我终于可以死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相比，甚至比我更在乎她的人。那个人就是你。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？就刚刚那段山路，当你我都以为依南有危险的时候，我拼了命跑上来，也用了接近2个小时，而你只用了大概40分钟。马先生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现在把它托付给你。不管以后你们怎么发展，我也希望你可以代我照顾他。 虽然我已经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了，可以。你打算去哪儿？没想好呢，要么还是租个酒店公寓先住着。别去酒店了。 去姑奶奶那儿吧，她挺想你的。好啊，我也挺想她的。转了一圈还能有地方去，还是挺幸福的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床子，哎，一会儿在哪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我们给你搬家呢，你看，你那屋里。 铺的盖子、穿的、带的，出了拿不走、抬不动的，我们都给你拿那儿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搬家？不搬家，你住哪儿啊？让你们住了2天，没把我那老房子住塌吧？哎呀，姑爷，你呀，太小看我们爷儿俩了啊！小峰，快快快，你把那个东西给姑爷看看。 房屋租赁合同，你们把我那老房子租出去了？是啊，租了多久？先租了1年，以后还想租。房租呢？啊，我都买基金了。谁给你们的权利，把我的房钱拿去买基金的？哎呀，姑爷，说到这个点上，那我就不得不给你好好说道说道。你说，你一个大领导、大老板。 为什么沦落到现在这种田地啊？连包方便面都吃不起呀！那是因为你不会理财，坐吃山空吗？老爷的意思呀，就是帮你理财拿钱挣钱。这1年下来，那就是4个点的收益了。到时候啊，咱们2亿添作5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就算这钱都是你的。 那也得念我们的好啊！哎呀，咱们就是亭上加亭，更是难舍难逢了嘛。那咱们难舍难分之前，你们住哪儿？一样，和你一起住这儿。住这儿？那姑奶奶答应吗？<笑>那是我们亲家母啊！<笑>开玩笑呢。哎呀，我真是想起了瑶瑶说的那句话。我闺女说啥了？ 就说你们的无耻啊，那是超乎我的想象的。你好，姑奶奶叫来客人了。过过过过。 不要地方人皮啊！就俩。你看看，哎呀，我这小屋还从来没这么多过人呢。都说啊，团圆团圆，我还真不知道团圆的意思。原来呀，就是大家聚在一堆儿，围成一个圈儿。您老啊，是一个人过日子太久了，我这回是拖家带口了，给您添麻烦。 添什么麻烦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就是
替我闺女难受啊。你说你这么快就有了新的女人，那瑶瑶回来该怎么办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演了，这是我同事，瑶瑶也认识。我这几天心情不好，到这儿来待几天，这儿人多热闹。二货啊，去上厨房包几瓣蒜，咱们这就开饭。哎，行了，得嘞。走走走。二货，谁起的名儿？谁知道他们叫什么呀？什么宝什么风，总之吧，就是二货，叫着多新鲜啊！您真觉得他们新鲜？那当然了，一天到晚的俩眼睛滴溜滴溜乱转，围着我哈的哈的，多好玩啊！比张望痛苦的好玩，还不用铲屎，还不用遛。我提醒你啊，他们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好，坏主意多着，你考虑好了再收留他。我都看明白了，可他们俩那坏啊，写在脸上，而且呢，坏你不坏，我把他俩扣了。您老吧，就踏踏实实的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老在一天，我就伺候您一天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还有你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在家待着。虽说是脾气差了点吧，哪儿哪儿都是毛病。可一听说你丢了吧。想着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，一宿一宿的睡不着。奶奶，我以后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赖在您这儿，赖在您这儿。哎，你们俩太肉麻了吧？啊！哎，请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百川家居，请问。嗯，我们看电脑桌跟沙发。走。我们新房已经基本装修完了，再进几样像样的家具就可以住了。哎，妈，来，你看看这沙发，这沙发我一眼就看中了，定好了，2个月以后到货。哎呀，可算是能坐上新沙发，就咱家这沙发，屁股底都有坑了。妈，这沙发对腰部的承托力特别好，你要坐上去比以前会舒服得多。你们要觉着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小易啊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土豪金电脑啊！老师，你可真舍得下本儿。打开看看。我的金大爷，金大宝贝儿呀，你怎么长得这么美，这么招人稀罕呢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。喜欢就好。我还给你订了一套配套的桌椅，它是最符合青少年身体结构的，你坐上去很长时间都不会累，据说还预防近视眼，还有配套设施呢。闪朋友啊，你怎么这么够朋友啊？哎，不行，爽死我了，我这辈子就跟他们过了。老师，你真是过孩子。哎，妈，哎呀，你激动的。您是不是在找这本书啊？啊？其实这本书不是本坏书，这里边有很多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。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拿去翻翻看看。不，老沈，该看新房了吧？是不是要走了？哎哎，就来，一块儿去吧。看看新房，把衣服换了。妈，哎，小姨，咱们我给你装宽带，50兆，全速。你妈有一条件啊，说不能让你老上网。怎么了，妈？没见过这么阴的人呢。说谁呢？
没说谁，昨晚上没睡好。妈，我怎么发现你是神神叨叨的呀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回回神，我跟您说啊，一会儿您看看我给您布那卧室，一准满意。您该走了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嘿，不行不行，撑的我都坐不住了，这吃饱了撑的也难受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得溜达溜达。好久没吃这么多好东西了，要是有这么个好姑爷，还要儿子干什么呀？那还要爹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儿啊，给爹倒杯茶来。哎呀，你赶紧的，你要把我渴死呀！哎呀，吃的吗？不是，爹，那我马哥能吃，我怎么就不能吃呢？都是人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，你能和马哥比吗？哎，你快过来吧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我马哥都用我妹了，这怎么就不能用你我呢？哎，你看好喽。这种女人啊，就叫仙女，你命里压不住，你要娶了她，要遭雷劈的。啊，搭把手，把门口箱子抬下去。哎哎。出面来说有点是省份，可是我得要提醒你啊，哎，你说哦，对，是男人嘛，这花心一点不为错，可是你这也是色胆包天啊，这老丈人和大舅哥在这儿坐着，你就把这么个女人给领回来了。眼皮子底下，就说咱们关系再好，你也太不把我们爷儿俩当外人了吧？我也觉得你们俩没把自个儿当外人。吃完饭了，这筷子一撂，在这歇着，那叫什么？吃饱了撑的。院里还有些箱子，都搬进来，赶紧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一直在质问你的症结问题。你怎么反倒把我们往外撵呢？里屋只有一张床，你不把这些箱子拿进来拼一拼，三个大老爷们怎么睡？哦，也是啊，也是。那墙上钉的什么呀？书架啊。哦，是书架啊。知道的是书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墙上钉个祠堂呢。哼，好摆我老太太牌位啊。妈，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话怎么说的？都不说说你们事儿怎么干的，
说好了那屋是给我当卧室的，为什么摆成书架了？那不是图个方便吗？反正这屋也是暂时住。哼，暂时的。那你们什么意思呢？是打算住几天把我老太太撵出去呢，还是住几天把我老太太气死呢？妈，你看你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等回头小易过两年上大学了，您就搬小易那屋去。你跟谁说好的？是你亲妈呀，还是那姓沈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姓沈的压根儿就没打算我们跟你一起住。妈，你还想要怎么样呀？你说想要一个单独的卧室，老沈那书房不要了，给你当卧室，那人家书总得有地方放，弄一书架，你觉得过分吗？不过分，那是我过分，那是人家的家，人那两本破书都得找地方放，我一个破老太太，干脆扔出去。妈，你得讲讲理行不行？马国良当我姑爷的时候，我一天理都没讲过，也过了这么多年。去吧，把小易叫出来，跟我一块儿回家。要叫您叫，他拿新电脑是宽带。好，老娘我自己走。哎呦，妈，妈你去哪儿啊？一个人？我去我姑爷家。我前姑爷给我留着房子。妈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。是，我不能闹了。待会儿你要把姓沈的叫出来，我怎么受得了？给你装修厨房了，谁让你们装修的呀？啊，谁？我们过去说吧。啊，不不，妈，您听我慢慢说啊。咱们这房子已经住了好多年了，特别是厨房里边那油烟都熏得不像样了。对，我跟丽丽商量一下，小小的装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就来了。谁说要装修啊？我没说要装修厨房啊。啊，你们都干嘛呢？快快快，赶紧跟我走人，用不着你们啊，都走走走，给我撤。妈妈妈妈，我们进去说啊。妈妈。修下厨房，一两天的活儿。这事儿归他管吗？啊，厨房的事儿应该我来管。再说你们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啊？今晚做饭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着急，要不然咱就出去吃，要不然咱叫外卖。再说咱们不是马上搬新家了吗？这儿早晚都得装修。早晚得装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事儿马国良知道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这房子是人家借你的，房本还在人老马的手里呢。你们说装修就装修了？妈，您别激动，您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跟老马商量过了，他明确表示说不会再回这个房子住。小易的赡养费，然后还有这个房子一半的房款，他也觉得压力挺大的，所以就同意呢，等咱搬了新家之后呢，把这房子卖了分钱。老沈就出了主意，说把这翻新一下，兴许能卖个好价钱。好啊，这不明摆着就堵我后路呢吗？这要把我撵到大街上去啊！妈，您说话讲讲道理，谁撵您了？呀，不就是那个屋里弄了个书架吗？您说您至于的吗？您这是哪出啊？问傻姑娘，你以前跟着马国良的时候，你心眼多好，多知道疼人呢。你从来不对妈说一个不字。你新找着老公才几天呢，
怎么又扯到马国良身上了？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已经离婚了，我跟马国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我觉得您对老沈应该公平点。哎呀，我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那您想怎么着呀？您总不会盼着我再离婚吧？那是啊，你现在是梅开二度，你要是再离婚再结婚，那就叫帽子戏法。行了，妈，我也不想跟您争。你这样吧，咱先出去吃饭，好吧？行吧，妈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个家我是真待不下去了。我不是让你们给我气死，也是让你们给……好，此处不留娘，自有留娘处。我找马国良去。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。说的也是啊，你说这老太太是哪根筋没搭对？至于吗？不就是一个书架子吗？不会还是为了那本书吧？老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妈那么大嗓门，表露那么直白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要是那本书的话，我今天给她看了呀，她什么都没说。老太太是诚心折腾我呀！有人吗？啊！你只是……请问一下，马国良住在这儿吗？哎，你哪位啊？我是他老丈母娘，您是？巧了，我是他老丈人呐！妈，你个老不要脸，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哎哎，谁占你便宜了？我就是他老丈人啊！哎哎哎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，这干嘛呢？姑娘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姑娘，他们都要欺负死我了。然后他们俩就眼睁睁地看我从那个老房子里出来了，俩人谁都不吱声，就不管我死活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等他们来了，我批评他们，好吧？这里边呢？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儿？什么别的事儿？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能跑出家来吗？就你和丽丽的关系，你出来十分钟，他都得出来追你。到底是我姑爷了解我呀。要不就有大出息，要不就干坏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些日子把我这心慌慌的。我一想，我闺女嫁给他，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你说这姓沈的，是不是把坏事都干了？那倒也不至于，支票在你手里，就这钱他没有取出来，就等于这支票没在他手里。况且这张支票已经磨成这样了，也就算作废了。作废了。银行有规定，支票上不能有折痕，您这个都快成手指了。估计沈运也是考虑到了这点，所以没追着你要。他在
重新处理，就完了。就为这张破纸，你说把我老太太吓的呀！这心身子真孙子。哎！在事情还没有清楚之前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，啊，剩下的事儿我来解决。行啊，有你这话，我这心一下子就踏实了。要不人说呢，日久见人心，患难见真情啊，关键时刻呀，真正把我当成亲人呢，真正对我好的，还姑爷你呀。哎，我太冤了，我都离婚了，你在这儿夸我是中国好姑爷，我真冤，我太冤，我比窦娥还冤。你说我一到关键时刻，我怎么就想起你呢？幸亏你的房客跟我说了你的地址，要不你说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这个妹妹是谁啊？哦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前丈母娘，这是这个院子的主人姑奶奶。坐坐，这是从哪儿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姐姐呀？哎呦，瞧您这气质，您这福相，住在这深宅大院里，是不是也是宫里的后人呢？这位妹妹说话真让人心里舒坦，这回可好了，老和那些人在一块儿啊，我都变得俗了，老想着呢，有一个跟我岁数相仿的姐妹，咱们在一块儿说说话。哎呦，来你这儿真好，还有个姐姐。我陪你，咱们去找妈吧。不去，哪有这样的？你有点什么事儿就往钱姑爷那儿跑，算什么呀？我知道你心里又放不下，你在这撑着干嘛呀？你跟妈有什么好置气的？喂，丽丽，你妈在我这儿呢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怎么还要发地址啊？我没在老房子住，等明天见面再说吧。哦，好。姑奶奶让我给你加床被子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。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没想过。你会没想？嗯。你看现在突然不用上班了，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原来吧，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时间。考试要考得最好，图要画得最好，工程要建得最好。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，脑子就空了。怎么听上去有点四大皆空的意思？我也觉得有点。以前觉得四大皆空啊，什么舍得呀、安静啊，都是失败者的感受。直到那天站在山顶上，突然觉得，人的生活有时候是要归零的。有句话不是说，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吗？
不跑不行啊，好多人等着吃饭呢。你看，还是因为你有佛心，你牵挂太多，所以就受累啊。那你呢？你都放下了，什么都不牵挂了？没有。我那天在山顶上，你出现之前，我的心是很清爽、很安静的。我想到下了山，回到这个城市，还能看到你，我觉得还挺高兴的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突然出现了。早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老天爷就给我什么，我应该多要点。要是再让你重新选择一次的话，你还想再要点什么呢？想不出来了。能是瓦宁？Mr. Man， 在第几节车厢 ？Mr. Man， 黑眼圈换绿色，一串流不息的感想，每一个希望，你用脉搏唤醒朝阳。Mr. Man， 昨天几点回家 ？Mr. Man， 有人在等你吗？小小天地，城市角落，做你温暖的窝。头顶点点星光洒落，路灯陪你唱。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，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，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眼高高山高，风吹来的爱上的是什么？